准备这趟机就很舒服。啊，欢迎木飞同志来到直播间。加油，特种兵！这排的很整齐啊。刚刚被夹击那一波好危险。等会换个图吧，这个图有点玩腻了。那是随机的，那咱玩沙漠。这局吃完鸡玩沙漠，沙漠鸡，沙漠鸡好吃一些，还是放养的。海胆鸡太咸了，我真死了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机场。怎么卡了吗？我怎么看到四号电梯了？它会有点慢。跟随二号吧，我这个跳伞不会跳，跳不快。二号是不是比较会跳伞一些？不会啊，你就鼠标往下拉到底，然后一直按着前键加空间就可以了。不是要看航线的角度之类的，要提前跳或者提前一点跳，还是提前很多跳？就是六七百跳，就差不多就最好了。端游的我会跳，端游的我会跳，这个不会跳。微信都去一个，三倍要吗？只要是都要，到后面再选择车，现在是有啥奖啥。小武场那边有人了。捡到枪了没有？四号。有啊。一把 VSS， 一把喷子。给你把 AK。OK。那就把 M7762。这里面 M76。捡了个好东西，全息要不？有。小武场来人，前方有敌人。亏他没捡到，还有，注意，来了，我这边，哪里在打我啊，他妈的！
看见了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前面草丛，看看前面草丛。高架。我天上把他打了一枪。哎，还有一个人呢，我记得。那有没有包啊？应该干净了吧？应该没人了。这把迷你也有人要吧？有个硝烟。是不是你们开的枪？有人打信号弹了，这有那个有信号枪，信号枪。前方有敌人。差不多这个地方。哎，我操！不知道，不是我知道的。有车吗？反正背后打到了。没看到车哎，我这边有个洞吗？空投在哪？没用的，现在过去人人走茶凉了。哦，不去吗？现在过去没东西了，早都捡走了。去哪？标个点。我看这圈。感觉看看可不可以右手一波桥的感觉，是放桥对面可以守桥是吗？对，那就先在桥这里去吧。那个机场这边应该不知道 N 岗有没有人，要不要再开辆车？这前面还有一辆，前面还有一辆，都开一人一辆，速度与激情可以有，谁他妈手枪直接撞死？这还有一辆，排成一排这么秀吗？这扯烂头去，不然等下他们万一有人在这头堵我们，这没法搞了。这还有一辆车可以排成一排了。兄弟，三号来这边来敲草子。给他妈的要收过路费啊！我们这边。砸他！不用顶着，反正留点空隙，车过不去就行了。可以了，留一辆逃跑，留一辆逃跑。留辆摆个角度可以直接开走的角度。对，就这样。可以。有东西扔吗？有东西扔吗？哇，你还要卡？
妈的，科目二到侧方位。你们谁要狙击枪的消焰器？我有。我要。不行，我 SKS。消音器。哪个哪个几号？在这里一坨，你直接过来丢下来就可以了。来人呐，乔丹！是人机应该。三级的人机应该不会吧？头上被我打了。可以，这波包我一定要去填。兄弟，我觉得你可以让我。被我包了枪头。可以啊，真的是。三零五防身也是超级坑。又有人打信号弹，不是不是挺远的。先手桥吧，看看能不能 有手桥的机会。哎，你别让别人给我。三级头给你打掉，兄弟错了，错了，我还在打。离我远一点，我就要跟他炸。离我远一点，离我远一点，离我远一点。你扔个雷，然后用那个平底给我拍，看能不能拍走，拍飞。后面来人。水下有个人，这里幺六零方向。掉了。好凶啊！妈的，有涌过来，这辈子你不可能。也是人机。人机好像不会走水里吧？只有五六子弹血啊，还有四幺六。这个箱子，前方有敌人。我估计守不在这个箱子。我还是我还用的 UMP 九。再标一下。再标一个，再标一个。嗯。前方有敌人。哪里啊？什么？那被那个谁捡了呀？被二号捡了呀？M 四在我身上，来晚。要用我给你啊！妈！妈！妈！大姑今晚要来吗？哦、oh. ，不来人呐！应该不会有人从这儿过来。你看下一个圈，应该也是说我们这啊。要留意水里啊！我先用双击发机场，先上前。我，你还能打？打到我了！衣服，不到我。敲烂你三巨头！十三钢筋。
我挂回击。二人机都是上钢琴的。哎，我不想进去。我好像在看嘛，如果我出来，我直接走四川港来找你。好。我不接，我不接，不接不接。好，走嘛。嗯。好。这个空投是要落海上吗？前方有敌人。前方有敌人。超过800米，前方有敌人，应该躲不到人的。空投吗？最多躲两个人机。我布的这口袋阵没派上用场。打鱼，打空气，炸鱼，圈刷的好慢呢。我估计等会儿得去这里。又要去卡巴克去了。哦，是你们三个打的吗？来车了，来车了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他们去换车了。走。我看车里没有人啊，我靠，有点恐怖。没有。快点锤他们。锤不到，我们看不到了。这枪可以堵枪。你回来，他会能不能回来？估计他要热路的，等一下。我跳一下。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不应该开枪开那么早，等下到半路了再。好，现在我们这有生意了，先过来，不用管他们都可以。就怕他们热路，估计会热路。他们都在桥上吗？他们都在我头顶上。对。如果有谁跳下来跟我说一声，我舔个包。他们拿了超空了。你从屁股后面绕。就怕他们不能忍。看他会不会热路了，热路的话就你看好他们也不下桥了，他在跑掉了，要过去吗？我们我看我能绕他们不能，等一下我们马上，我开一辆车过来。对，
有一个跑了，有一个在跑，有一个往你那边跑了，往你左边跑，往你右边跑。一号，OK。没人啊，就一个吗？把背景给我用上，走吧，二十秒缩缺。谁在打呀？我怎么听到消音的声音呢？有人在锤咱们吗？对啊，是不是？还有他们的车。哦，他妈的，是他们。捡空投，不怕死，不死。小车上有人。嗯。停我们知道山上说后面位置能救扔个烟就可以了，我的位置可以救，趁你包要不要死吗？你架着先扔个烟了，我在石头后面跑出来了，跑出来了，没打到吗？还是救人去了，还是厕所里面救人去了，没事，坐坐那个先等他。后面来车了，后面来车了，后面来车。哇，后面啊！又开始打我们。哎，后面。厕所里边98K三级头。啊、哦，他死了，他们死了，那两个死了。没事，他死了。你有大包吗？就是急救包。救完就扔个烟，来我来这儿救下我。五、哦。我没烟了，没烟了。会帮你架枪。谁来扶一下我？70米。啊，我这里有急救箱。我这里有箱子。我靠！我这有箱子。厕所。哎，一个在哪里打的？我没看到那个人呢。估计趴在地上吧，是不是穿吉利服？左边有个人在打。把我们后面的车打掉吧，把我们后面车打掉，不然要炸了。给我点药饮料，有没有？这距离炸不死。全部赢了，感觉要被炸了。我箱子里有急救箱。你箱子在哪里啊？你看地图上标志了，那个。我没看到另一个人，主要是。对，我只看见。不是，我让我把小厕所打掉，小厕所已经没戏了。还有一个人在那，把后我们离远一点，把后面车打掉吧。
先别打掉，万一等下用得上，那你们不然没法跑的。这炸不死他的，浪费雷。我操，老子死五个塔了！狗吧，我操！还拿这个垃圾枪！注意注意注意，先打包！你妈，你把这个枪开在路上要干嘛？在厕所里面搞事，万一后面又有人搞你们。哎，这是摩托车吗？超无天巨浪。炮塔那里去了一个，看不到了。那地上不是有个三级甲？前方有敌人。那个房子进来了。是。一个人啊。还去那边干嘛？直接进到圈，在圈中心找个好地方。再往前，往前，往左，地图上有标志吗？AWM， 开车走了。操！叫你他，叫你他，叫你他。我看你们都是，每次都是为了舔个包而死。现在可以了，兄弟，他这里打不到我。快快快快快！赶紧开车到圈中心，占个好位置。哪个是舔包没用的？头又没了。收圈了，收圈了。
他们两个打上了。只剩一个人了，别说你们搞不定啊。在哪个位置啊？不知道。在哪里啊？现在都不用管。三楼。扔雷上去就行了。炸死了。五虎。血下了下了，不打了，拜拜。